各位同学好，我们今天继续讨论的是抛体运动的延伸讨论，就是综合素养题。抛体的运动，以我们现在来看，各位同学在课程中学过的有牵直上抛、水平抛射以及斜向抛射，这三个主题是运动学里面常讨论的抛体运动。我们来讨论一个问题，问题是大桥施工时，工程人员以烤红的大铆钉来拴紧钢梁，每一个桥孔大概需要8000根的铆钉，在桥下地面的焊接工程人员将烧得火烫的铆钉从炉中取出，抛向在桥架上的工程人员。桥架上的工程人员手上会有漏斗形的工具，很有技巧地接住铆钉，一手持铁钳把铆钉安置在钢梁的钻孔位置，然后再依据位置迅速地去铆上拴紧。如果桥架上的焊接工程人员距离地面10公尺，当地的重力加速度用每秒10公尺来计算，忽略空气阻力的影响，则桥下工程人员牵直上抛铆钉的初速为多少的时候，恰可使铆钉的飞行到最高点，然后正好到达桥上工程人员最好接的位置。这是第一个问题。第二个问题是万一什么事情，万一桥下的牵直上抛的工程人员他并没有控制好上抛的速率，桥上工程人员并没有接住铆钉，则铆钉就会掉下来。那么铆钉由抛出到落回地面大概需要多少时间？看完题目之后，各位知道这应该就是牵直上抛的问题。如果桥下的工程人员上抛的速率能控制得当，刚好最高点的时候，铆钉的最高点恰好是让桥上工程人员是正好接，这个时候就是很好的牵直上抛。所以第一个概念是铆钉牵直上抛的运动，我们方向取向上是正的，加速度向下，所以就不要取负值。这个地方我们必须要注意到的是，我们的上抛到底你的向上或向下哪一个是取正，这个原则要一致，不然的话你在带数学关系式的时候就很容易混淆。那我们现在已经确定取向上是正。第二个，忽略空气阻力的影响，有运动学的对称性，上升到下降，这样的过程，上升的时间会等于下降的时间，这是在忽略空气阻力的影响的情况下会有这样的结论。所以我们开始来分析。现在呢，选定的是向上为正，因此我们
取向上为正，自由落体的第三个结论，末速的平方等于初速的平方，加二乘上负 g 再乘上 y， 这个关系式我们可以看书面资料。接下来就是如何带进去。先在初速为正值的铅值上抛，加速度是负的，到达最高点的物理概念就是这个时候的末速恰为零。最高点的时候它的末速恰为零，带入刚刚的关系式，刚刚关系式是末速的平方等于初速的平方，加二然后负 g 乘上 y， 所以末速是零，初速是题目 v 的平方，减掉两倍 g 是十，然后它呢是十公尺，所以我可以算出我的初速是等于14公尺秒。现在在计算铆钉由离地面10公尺高落地的时间，那你可以用 y 等于二分之一 gt 平方，带入数据10等于二分之一乘以10乘以 t 平方，得到 t 是根号2秒，就是 1.414 左右，所以呢是 1.41 秒。再由运动学的对称性，上升的时间等于下降的时间，所以全程是 1.414 的两倍，也就是根号2的两倍，所以非常接近 2.8 秒。结论是，如果要刚好让工程人员比较好接，则底下铅值上抛的初速度以每秒14公尺，那么万一没有接好，那么下降跟上升加起来的全程时间很接近 2.8 秒。我们继续延伸思考，如果今天呢要我们来讨论另外一种铅值上抛，那我们讨论这一题，题目是棒球发球机连续把两个球由地面垂直向上发射，初速都是每秒40公尺，重力加速度我们取10，如果忽略空气阻力，当第一个球到达最高点的瞬间发射第二个球，则使两球相遇瞬间距离地面的高度是多少？一样，这样的题目也是铅值上抛，所以我们透过铅值上抛的概念，定方向究竟要向上为正还是向下为正。当两球相遇的瞬间，第一球落下来的距离与第二球上升的距离，这两个的总和恰好是等于最大高度，所以依据这样的概念，我们分析可以分析如下。以初速40公尺向上发射，最大高度为 h，我们带入第三个数学关系式，则最高点的来讲末速是零，则你可以发现最高点的末速是零，那么初速 v 零平方减二 gh 可以得到我们的最大高度 h 就是二 g 的 v 零的平方，把它带入数据可以得到80公尺。
接下来第二球要上去，第一球从最高点掉下来，所以呢两球相遇我们设定时间是 t， 则第一个球是二分之 gt 平方往下掉，第二球是牵直往上跑，这两个加起来刚好就是 h， 所以你可以把两个距离加距离等于总距离，你可以发现它的时间 t 呢其实是最大高度除以 v0， 这 v0 其实是两者的相对速度，两者相对的速度。因为最高点的 y 轴初速度是零，最低点的是 v0， 所以相对速度 v0 减零，所以呢底下分母其实是相对速度，这样的话就可以带到这个结论，这个结论告诉我们的是两秒钟。这时候两球高度呢从最低点的发球机来算，你就可以带入第二个 V0T 减二分之一的 GT 平方， V0 40乘以两秒减掉二分之一的乘以十乘以时间二的平方，你可以算出两球的高度离最低点发球机是60公尺。这两题讨论的都是跟等加速度有关系，也就是当两者都在一样的环境中，只要是在空中，两者它都有加速度，可是它们的加速度都是一样的，包含方向相同，量值相同，所以两者都有加速度，结果互相来看，两个都觉得没有加速度，只有在旁边的第三者看到他们都有加速度，所以谁看谁，这个时候情况会因为参考坐标系不同而会有不一样的结论。这是我们这一题有关牵直上抛的讨论，谢谢。